This is what we paid for. Oh boy！啲蛙真系劲大只咯，超级大只，有一个头咁大咯。 我哋到啦，北极熊，还有被吃掉的 sea lion，polar bear 的 fit， 哇咁硬嘅，超级硬咯，系 muscox，呢个唔好舒服啲喎，舒服好多喎。Macaque 我学紧啲原住民嘅话。Mama cat nuktu vomit quack quack 呢个咧系海豹嚟噶，然之后佢就系攞嚟做呢个救生圈咁嗰啲啦。琴日我哋去原住民屋企咧，就系见到呢个，原来系呢种 muskrat 系一种老鼠嚟嘅。哇，好舒服，超舒服呢个毛系咁嘅样噶咯。 然之后我哋前几日见到只狐狸就系咁噶啦。Canada Goose 有个好处咧就系可以当书包咁孭。我哋第一日到嗰时候咧就系坐咁样嘅雪橇，然之后以前咧啲原住民佢哋就会将啲货物放喺个雪橇上边啊去运货。猜猜这个是什么做的？ 呢个系美国做嘅船，我哋住嘅就系呢个 Nova Hotel，Jump to Nova， 呢个系 Explorer， 呢两个都系比较多人揀嘅 hotel 咯。咁我觉得两个都算比较方便嘅，但系更加方便啲应该 Explorer， 因为佢近个 city 多啲。 Hello， 我哋啱先参观完个 museum， 依家要去 snowmobile， 我哋要去坐雪上摩托。我已经见到啲头盔喺架车嗰度啦。其实我哋琴日都有试过 snowmobile， 不过咧我哋嘅体验咧系瞓喺度嘅。今日咧就系自己揸个 snowmobile， 应该系喺湖上面揸嘅。我谂都系同琴日嘅地方差唔多，都系个大奴湖嗰度咯。头盔，好重啊个头，超级重。 Keep going, so it can be like a bunch of for you guys. <音樂>我哋啱先喺嗰个山嗰度大概行咗5到10分钟，系劲崩皮咯，真系非常之好似过山车咁样。我系乘客啦，我超级攰，因为我只手咧系用臂力去拉住嗰个把手，先至唔使飞起身。呢啲飞机，20块，上车，上车，20块，可以。 今日去到比较远嘅呢个地方，食 Copper House， 系的士司机介绍我哋嚟呢度嘅。咁网上评分都有4.几，咁我哋就嚟啦。呢个我哋嘅晚餐，一个 pizza 同埋 lasagna。Hello， 大家。
今天是旅行的最后一天行程，然后我们今天呢跟前两天的行程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前两天都是营地里面看极光，然后今天呢我们是追极光，跟着大巴然后跑到不同的地方看极光这样子。我网上看到说今天的极光的 probability 应该是还蛮高的，所以今天有机会看到。在第一个湖叫 Prelude Lake， 我身后呢有看到极光，但是这个极光呢没有前两天的这么明显。傻无说希望等一下也会看到更亮的一个极光，不过这个极光呢就是还挺完整的，就是一整条在天空那边。我们等一下去下一个湖看一下会不会有更强烈的极光吧，走。导游就有说 Dancing Aurora 是因为有风在那里吹，所以它会动来动去。然后哇，给出声哎！我们肉眼看到绿色那个呢，是跟 oxygen 就是氧气产生反应，所以才是绿色。然后蓝色呢，就是跟 nitrogen 产生反应，所以就有不同的颜色出现了。我们看看，等一下还能不能看到更强烈的极光。我们到达第三个地点的时候，大约是在12点左右。然后非常幸运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超级强烈的极光，这也是我们这3天追光以来看到移动速度最快的极光。就是导游跟我们说大概12点半之后极光会更强烈一些，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连续3天都是在即将回酒店的时候大约12点半左右吧，然后才能看到非常强烈的极光。哇哇，这个好犀利哦。哇哇，这是我们的背包。呀呀呀，它在动，它在动。大家看到这段极光呢是在最后离开之前的时候才拍到的，我们的团友其实绝大部分已经上车了，好像个云一样。那边然后大概只剩下5-6个人在外面待了有10-20分钟，才很幸运的看到这波会跳舞的极光。这片极光还是挺大的，基本我们整片天空头顶以上都能看到。然后它的移动的速度其实从肉眼来说还是挺慢的，只有在非常强烈的时候才能有机会看到像是被风吹过那种裙摆一样的那种感觉。结晒冰了哟，好冻啊！真的，体感温度是-46度。今天，好喽，这5日4夜的极光之旅就告一段落啦。总的来说，除了-45度有点冷之外，还是挺好玩的。大家如果有黄刀的问题，都可以评论或者私信问我。我是超会玩的李大车，我们下条影片再见，拜拜。我哋终于嚟到温哥华啦，虽然呢度得5度，但系真系好舒服啊！俾你望到，果然温哥华系世界一级嘅城市。去攞行李。Thank you.